熊、阿威、Alex、李、九蛋，谢谢 Ciso 的康乃馨、君汉、Hello、戴尔、拜拜。诱因 ，Gag， 谢谢阿龟分享直播间 ，Nelson， 谢谢你送的可爱小兔子，蚯蚓 ，Hello， 先挂听赶工，没事，谢谢的 Ragway，Hello 塔瓦哥，阿泰。亮嗨思源冰彻选红翼洛克 Hello 晚安Hello， 大家。奶奶，北极熊。谢谢冰车选手的康乃馨，北极熊的缘分，四月晚安。加速晚安，豆科晚安，大福哥晚安，阿泰晚安，四号晚安。谢谢 A 送的一封信。布鲁克卡丘 ，Hello。福福猫小易 ，Hello， Cody 晚安，嗨笑笑，微如晚安，今天貌似很多人在播直播。晚餐应该吃过了吧？吃了，你们嘞？你们吃了吗？今天在家里吃，但今天还好吗？我今天去看牙医，应该说我今天请假，然后想说来做个背身，然后我进度大概是进度了 0.2%， 增加了 0.2%， 我今天看牙医是早上10:30，然后。反正就是超过，我就是睡到已经10:16，然后起床，然后就来不及了。反正到现场已经快10:50了，然后我就等牙医这边等，就是反正就是你迟到了，他就可能会帮你排一排后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预约时间。然后我就等，然后就等到11:20的时候，我才终于被叫到上去。然后开始弄的时候已经快要12点，反正弄完就已经12点，我有点。OK， 嘎比钢铁有被医生念吗？没有。他说你怎么会选今天？他说你今天没上课。我说我请假。冠杰 ，Hello， 一晨傅伟，被选的压力吗？对啊，为什么都要今天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排明天我其实我看到明天超多人播，其实很想改明天。可是因为我想到我原来明天没有要播的原因，是因为。礼拜五要断考，但我发现根本就没有差。医生怎么说 ？Doctor， 好的。人好 ，Hello， 小勋，大拇指 ，Sam，Hello， 钢铁，大家晚安。不要说大实话，没有，我还是有念。你知道我的公民考试啊，我都没有念，可是我写出来分数都有60-70。晚安，冯家人。行湖蟹状彩光星星。哪天播都好啊，重点都是都有安。太开心。好厉害。就天天等下被这些学霸们说，公民考60分不是超烂的吗？你把我桌上弄超乱的，
下放回去原位。然后，对，然后这好像是那件，哦，好像是，哦，嗯，幻影战士 ，Hello， 我旁边有人，我妹。国三，大家我看一下国三、啊。大家好，我今年2008年出生。我今年2008年出生的，我今年13岁。应该可以这样骗吧，蛮像的。古早未晚安，谢谢隔壁送我掌声鼓励，弄很响耶。我家声有这么低呀、啊？切懂 ，Hello， 汤姆 ，Hello， 北人 ，Hello， 葛总 ，Hello， 还有吗？还有谁吗？应该没有吧？有骗到，可以吧？好，你干嘛？我97年出生，你说1997吗？超可怕、欸！现在2012年出生的小孩都已经10岁了。10岁、11岁，今年都要11，夸张！谢谢龙辉祥也送的会员票。08刚好小10年，是实话吧？是吧？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就像我的备审永远都赶不上计划一样。我原本说我已经用尽方法，已经参考了各个，有没有各个？参考了学姐的，一家学姐的备审资料，但是我们的科系真的差太多了。安刷卡拉卡 ，Hello， 燕 ，Sam， 说好快 ，Can't。就是因为志祥，哈喽，谢谢要分享直播间。哼，这位晚安。因为我一直在想，因为我现在还卡在我的重症心得上面。然后就是各种卡 ，CJ103， 我看到我们学校有别班的人，就是全班就是搬回家上课，然后我就有点，好好，好好，虽然不太这样想不太好，但是呢，觉得有点羡慕。我想到明天还要上学，然后礼拜四又要断考，就啊事情做不完，然后。还有什么？然后下礼拜是演唱会，没有没有，别班是有两个班，可是只有一个班有一个人这样子。可是另一个班，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们也跟着修了，因为他们都是精英班，我就有点，谢谢幽灵人送的闪光星星。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会分自然组跟社会组，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社会组还是自然组。可是我觉得应该只要另一个班级有少部分跟他一起上课的人修就好了，不用整个班都修。我就有点，这样要修，那全部都修啊。羊圈里的路。说等五月后好不好？欢迎这样不行。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的话，我觉得真的拜托等演唱会结束，因为演唱会真的好那个。可是不行，演唱会下一周是握手会，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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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周不行，那周不行，不行，因为我要面试，我不行。要的话要等我面试完。
回回，谢谢送的爱的烟火，谢谢杏红余香。六月还有合照会，然后之后还握手会，之后还有合照会，然后是演唱会结束还有握手会，还有公演，然后再来是合照会。合照会是几号啊？十八、十九吗？十八，我是十八。然后没事。618619，不能认为那时候应该比我高中毕业。对啊，那时候我就还好，但能不要中就不要中啊，就是真的是会很麻烦。我觉得现在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思雅的演唱会。我确定会毕业吗 ？Of course。我是周佳宁。重等心得：社团活动经验、服务学习经验、担任社团干部。高中三年皆担任班上的图书股长，虽然相较于其他干部工作量并没有那么繁忙，但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像是帮助青年书写书，所以是注意同学的书本问题，那提供对学生有用的资讯，这也是交流机会。交流。可以用个不是，可以用个红字框起来。那你很少会缺学分吧？应该很少吧？他们讲完，你最近很害怕。七二，大家真的要小心。就是我真的觉得，真的要小心啊，好危险哦。我是图书股长，对啊，我三年来的每学期的干部都是当学，不是，都是当图书股长，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拿到干部证明，然后又可以那个不用做什么事情。书香的股长。小猪 ，Hello， 思源 ，Hello。因为我刚已经洗好澡了，因为我相信我今天晚上会熬夜，然后我就会很晚才洗，所以我刚就洗完澡了，这样我就可以早点熬夜了。应该说，如果熬夜完就还可以更早睡觉。对，对。不然平常假如说要考试吗？没有，我在。就是做备审资料，其实是五号开始要上传，但是明天应该是我的辅导课吧，有一学分，就是假如说没有交这个作业的话，会被当掉。对，但是我就想说随便弄一下，然后活动至少有个分数。我们上台下也不好办。志宏 ，Hello， 辛苦，听起来好像怪怪的。没有啊，很合理啊，十分的合理。嗨，世宏，我刚才跟你打招呼吗？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的留言，这样吗？好像每次都有看到你进来，但是没有留言。这样，先洗澡，熬夜完就不用洗了。没错，就是这样子，就是节省时间。我们需要有时间规划的能力，还有处理事务的能力。我礼拜六的时候练习前，我想说先在台中先洗个澡好了，然后洗完澡洗完头之后呢，然后我就走到教室之后，我就说你刚洗头哦，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毛超炸的，那好像是刚洗完头的时候头发会很犟吗？我也不知道。大夜班真的挂着，辛苦了，真的。
小心啊。夜空 sky 晚安，明天生日的夜空 sky 晚安，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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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生日快乐，夜空 sky。欸，我看塔瓦哥的自我介绍，你是5月1号生日啊？是你是乱射吗？还是你真的那天生日？面试是大学吗？我都高三了 ，Of course 是大学。莫寒 ，Hello， 谢谢小丽送闪光星星，0.2。好的，可以写进备审。有的，什么我有吗？我当然有啊。谢谢 Cody 送的钟情玫瑰。Tom Hello， 谢谢小丽分享直播间。我被说乱说是真的吗？哦，是真的吗？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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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瓦哥生日快乐，祝事业顺利。谢谢夜空再送告白气球。没有，我是想说大家上面生日会认真设吗？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大部分生日都会就是像夜空之开就在上面写说明天生日的，不然是几月几号生日的。哇，你们人气很夯欸，好多人祝你们生日快乐。我生日我生日也蛮多人祝我生日快乐的。你的生日啊，已经过了，明天清早。我现在已经要开始想那个了，也没有开始想，好像还不用到我吼。现在是八月的人要开始设计，八月、九月、十月，那我现在是五月、六、七，我七月要开始设计。我上次就第一次设计还不会，就是了解就是那个档案到底要怎么用，但我现在已经搞清楚了。我接下来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可能很就是不要那么的，怎么讲，复杂吗？也没有复杂，我现在弄真的好夸张啊！提早设计比较好。下苦了，买个赞。DNA 是第一个对我说的，也是唯一的哦，真假的？这有发现吗？笑死！底色要粉红色的吗？黑色的吧。你的生日还有两个月，不然你想今天是今晚是11:09？你生日还有半年左右。谢谢明天生日的夜空 sky 分享直播间，阿俊 hello， 阿雄 hello， 阿俊送早报，谢谢。没事，辛苦了，大家真的辛苦了。瑞宇、可乐、王宇珍、听 hello， 我是社会组的，哦，我长得像自然组吗？但我就是理工卷美的，哼，啊，什么什么东西？谢谢钢铁送的闪光星星。看到我的手机，看一下成员发的现实动态。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发东西了，可是我真的，我想发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发什么。谢谢阿，我刚错过了吗？我完全没有发现。救救你哦！
谢谢啊，想说我啾啾你哟、哦。谢谢阿龟送的行李箱。哦，是我把它编掉了，是不是？我一动就不见了的概念。抱歉了各位，抱歉阿雄，这什么？我刚刚歌词团就被直接换掉了吗？我看一下我什么可以发的哦。拿着快筛拍照，我说最近好多种照片哦，拿着快筛拍照的照片，我觉得可以发的好丑。拿着快闪拍照，拜拜。Hello， 阿和。我这原本想要发，到底要发贴文还是发现状？刷个存在感，就这样。都发。看一下字体要用哪一个比较好。刷这个存在感后面的贴图，我要用大家最近最流行的那个手笔爱心，我还没有用过，开心耶、欸、嘿嘿。继续这个字写不出来，继续背审地狱。继续背审，继续努力做备选，然后我还用那个融化，大家都用的融化。努力做备选，不要努力，继续备选，继续。备审持续中，我记得叫什么？什么手比较新？就最近有一个这样子的 emoji， 很卡哇。羡慕我有融化表情。还没弄完。不要，我不喜欢那种发文方式。刷个存在感，刷个存在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你们传的。我现在那只手机传出来全部都是问号。刷个存在感。刷个存在感，算了，还是要讲一下，努力做备审，不要备审地狱 ，ing。我怎么办？我现在还是看到问号问号问号，但没关系，我可以通灵，你知道你们传的什么？大概就是传的几个。黑杰克 ，Hello。
小亮 Hello， 普拉斯 Hello， 会不会其他人都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还在做背审？背审不是五号就要上传了吗？怎么现在还在做背审呢？周家安 IG 发文，小何季秋安，希望我等一下发出来的时间不是一点。晚安，请问我可以发这个现实动态吗？喂，好的，等待中，就持续继续的 waiting 啊，干不经意。赵恩，你们最近都在做什么啊？我想知道哎。台北的大家，南部的大家，我最近真的是，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有点，就是生活开始逐渐在颠倒了。怎么说呢？就是。耍废，台中算南部吗？台中是中部，还有中部还有东部的大家，全台湾的大家，你们在做什么呢？海外的大家在做什么呢？晚上都不睡觉吗？然后就是，怎么讲好了？我现在就是可能在白天在学校里面，就是也在睡觉这样子，然后晚上回到家之后。就是可能就是耍一下飞啊之类的，然后耍完飞之后，啊，耍完飞之后又继续，就是大概我，可是我开始做背审的时间大概都是那几点，可能11点以后的事情。然后就一直无限循环，然后当我要睡觉的时候，大概是2-3点，然后就睡到可能早上7点去上学这样，然后就恶性循环，然后到2-3点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失眠，然后大概5-6点、7-8点的时候就很累这样子，像我刚才吃饭前我就开始睡觉了，然后。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在睡觉，然后就很累啊，我不知道。一直要客人学校会一直休假，外送赚的比本业还多啊，好辛苦哦。我也考虑要未来大学后，我也想要到餐饮业打工，我想要去鼎泰丰打工，我想喝那个茶那个茶那是什么茶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他的那边那个茶很好喝，我觉得应该员工可以喝吧。背审是指你们要发的文吗？不是，也是大学需要的审查资料，背审资料，检竞赛表现。哎，我发现我最近脾气很暴，脾气。很暴躁，就我可能就是可能，人家反应比较慢一点点，可以带上你进去吗？我们会被骂。我说被骂是指被顶台风骂。这要求我第一次看到。
那就不容易。顶泰丰要日英文哦，真假的？打工也是哦。Hello, Miss 哦。你那 T 恤，为什么 T 恤跟阿翔永远都在这样滴汗呢？为什么不能打工？我不是正式生啊，怎么可以那么坏？举个暴躁例子，嗯，我想想，假如说，举个暴躁例子嘛，就是可能我讲了一个东西，我已经讲得很明确了，但是对方还没有。他说哈，所以是那个吗？那我就 ，Oh my god， 我的，我真的很，救命！可以对你暴躁吗？就不然就是我可能讲的说，哎，你可以就是那个谁谁谁叫你做什么，然后他说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我要讲第二遍，我要讲第二遍这样子，不懂，因为我老是搞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可能不是搞不懂你的想法，而是只有搞不懂我的想法。用餐饮化间去高档餐厅投资消费和小费时间，小费吗？现在有台湾可以小费哦，真假的？我只记得我以前跟同学去吃烧肉的时候，就找零钱，然后同学讲说他们觉得零钱分很麻烦，然后他们就把那零钱一堆留在那个桌上，我就说给他们小费啊，我就想说，哈。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块钱我也觉得是钱，他们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是零钱而已，我就都比做错好，耐心点。熊妹你也搞不懂哦，熊妹我也搞不懂，没有啦，熊妹比较天真一点，她是一个个性好的人。小易的这是什么第二支 IG 吗？嗯，又是外国人，你都靠小费买周边的，还是我也去送外送？你会觉得他的外送上面就是叫卓佳，卓佳送来的外送。我最近有考虑要去考，嗯，也不是最近，就是等我大学考完之后，我要去考个机车驾照。要会骑车欸，好欸。我之前怎么讲，就是现在电视不是有那个吗，嘉轩代言的那个，是代言吗还是也就是广告，开车外送啊。我也想骑机车，我最近就是开车，然后我起步的时候后面的车子离我超远的欸，就是可能我已经起步了，然后起步，但他对方大概离我大概100公尺以上，然后离超远的，我就，但是我就是在开的时候，我也在尖叫，我妈也在尖叫，我们就啊，无限尖叫，抱歉，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是还没绿灯？没有，就是你知道那个转弯处嘛，因为我转弯处我都会讲踩油门转过去嘛，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踩那么的用力，可是我就会不踩，就车就不会动啊。她说你要再踩大力，然后就踩大力，就用，然后就啊。你有耐心等客人十分钟不回应取餐或帮你开门吗？哎，哈，现在还有吗？现在我以为大家都是就是叫外送员放在门口，哎，没有吗？含着不要重踩，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你刹车也不要踩那么紧，然后可是因为我就想到那个家训班的那个刹车不踩紧，她就一直往前丢，就觉得很可怕，我就会都踩很紧。反正最近我妈就会跟我讲说，哎，现在让你开，我就讲说不要，等一下又很可怕，然后我开始拒绝。
老房子一定得开门上楼啊。你说公寓吗？哦，也是哈，也要放他门口。我要到星巴克打工，听说不错的员工优惠吗？就那个饮料优惠八折。我们才能上下动，有没有讨厌的？那你们说比较久啊？员工加薪的时间？对啊，而且感觉很，我觉得好像在星巴克打工就很有气质。餐饮打工都很累，可是我跟我讲过，他说好像人就大家第一次打工都是从餐饮业开始打工。人家转卖饮料给同学，那去一兰打工好了，好像也可以耶。再说吧，我觉得现在好忙了。现在是已经忙到我的生活都顾不来了，而且我觉得超可怕。你知道我现在搭高铁，我就一直听到别人在咳嗽，我就觉得怎么办？那个人是有点危险，超可怕的。礼拜一的时候，高铁超多人搭，很多，就是一个大爆满状态。我不知道在满什么，记得要阶段性考试，技术提升。阶段性考试。哦，你就说如果做不好就可能会被 fire 掉这样子。美霞生意快倒店打工比较闲。第一份打工是去饭店，然后饭店就倒了，没有生意。饮料店之类的吧，比较冷门的饮料店。六条心吧。哦，对，礼拜一假期。我那天去公司的时候还想说为什么没有人，没有人帮我开门。好像要记一些英文，对，而且好像也要会英文， OK 吧，应该还行。竞赛表现，我现在已经就是因为各个校学校要的备审资料都好不一样，我现在我跟我妈分享那个一家的备审，然后她就有看到，就说成绩很好，然后我妈就后面补充一句说你的成绩有上学校也偷笑了，我就这样被锁门外嘛，对啊，我第一个到，然后就因为我就提早30分钟，我走就被臭了一下。我想知道大家会敢测那个吗？就是快筛嘛，就觉得好像大家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现在不太敢测欸，因为我怕如果真的中的话，会影响身边的人。是实在，哎，现在许真看着咖啡一杯杯比餐厅还贵，真心害怕。我觉得那顿真的好贵哦，夸张。我饮料店通常只会买一件而已，就是那件。不测当没事啊，对啊，每周都要进公司当，
偶尔测吧，就是可能有人说要测的时候就哎测一下，没说我就不会测，基本上就不会去测。我今天看新闻，就是有一个立法委员嘛，然后他就讲说什么，他早上起来就喉咙痒痒的，痒痒的，然后他就去测，然后他就要中了。我讲说，为什么你喉咙痒痒的，你要去测？真是喉咙痒痒的。那我现在讲话喉咙很干，我要测吗？猪油，我最近买的，在网上买了一个，还没到，一个很油亮亮的唇蜜嘛，要喝水吧，对，我现在想喝水，等一下，还有一些生活性引阿奇，嗨 BCB。天竺鼠啃树皮，拿一下裤子，今天穿的裤子比较短。有啊，有啊，当然一定要的吧。我今天，可是我问身边人几乎都在，目前只有发现一个人没有在。不知道他现在在了没有？就觉得要在，真的。啊，舒服。第一人。我现在看看现场颜色很深诶，是你们那边好像看不出来这颜色。竞赛表现，好的。这表现没有什么好写的吧，我觉得不用写。好，不行，我现在要看一下各个学校要的。这件呢，社团参与证明，谢谢哈凡主店现场巧克力，蛮亮的，咕噜咕噜。社团参与证明，我写了，校内服务证明，写了。游历审查资料，服务学习经验证明，有啊。检定证照，我有你大腿的大腿，我有你大腿。检定证照，我检定上只有一个欸。我已经四页了，不行，可以贴三张照片。我现在已经贴了一张 AKB 了，然后贴一个，好，贴一个中检证书好了。
下载证明，中文检定。蜜大腿准备了，他感觉是学霸，哇，正好相反。可是比较有想法一点的学渣，我家人就是跟我讲，我不是不会念书，而是我不愿意努力。Screen， 气质像学霸。我以前也以为安很聪明，就我们都错了。什么意思？现在不聪明了吗？我觉得我现在也蛮聪明的、啊，只是不在学业上面而已。笑什么哈伊？真起来自己都会吓到。没错，我就是这种人。只可惜我不愿意在学业方面。啊，在 AKB 的方面，我很愿意。抱歉啊，怎么办？我说以后就被人家说没大脑。读书水吧？对啊。对啊，很多大老板都只有国小毕业，不是吗？我觉得需要的是就是做事的能力，而不是处理事物的能力，而不是只有会考试的脑袋而已。大学渣听说都会打，看来我也是呢。我相信各位也都未来都是这种人才。我猜粒子观波是吗？嗨，林国际风念坤坤 ，Hello， 怎么了 ？Hello， 终于晚安，澳门客，谢谢终于送梦幻泡泡。可是我的背审，不管成功的果实是大侠做的还是自律的，自律吗？我觉得时间里面就有写哦，了解时间掌控，然后时间的重要性。我好像我的英文自我介绍，我就讲说 ，and 我忘记我写什么了。我很重视诚实跟时间的，那个叫什么 management， 时间的管理。对，眼睛好痒，啊，真会猜。就是大概知道，哎，谁进来了？谁关播了？从小家人是这样教育我的，不论读书，不论会不会读书，诚实是最重要的。安安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疲倦？事实上我也很疲倦，我很想睡觉。但是我背着资料要弄不完了，好想哭，好想哭哦。
怎么会这样？作战，我不在弄。最近你知道，我弄到我同学都在跟我讲说，怎么办？我都替你紧张嘞。突然秀英文，秀一下 management。脑子不能熬夜，今天没有我退啊！你知道我今天才进度0.2，他要熬夜下已经累了，再混啊！感觉安爸妈很开明耶，其实我爸爸，可能我个性蛮像我妈的，我觉得。但我爸他就是一个，他觉得时间诚信是一个最重要的啊！我没有需要他这一点啊。没有，我现在写了4页，可是人家都说不要做太多页，因为对教授不会看。你们要先听我一下我的第一段吗？从小就深感自己，深感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就能乐在学习，不仅可以做得好，又特别有成就感。成就感红线，小金丝已经在慌了，加油哎！看得出来吗？慌。教授全都露成的，对。我的学霸朋友跟我讲说，他觉得可以用，我可以用图表什么之类的。嗯，どうしよう、助けて，救命！真的做不完哎。包子晚，我很会管理时间，别人都叫我时间管理大师。哦，对。对时间管理非常的重视，现实当中的时间管理大师就是我才怪。时间管理大师会到现在都不晚吗？会，因为时间管理师大家就是拖到最后一刻啊，才叫做时间管理嘛。竞赛。不是这么精彩，鉴定证明，中文鉴定，可以着重在科系想看到的资料上。我知道啊，他写了，可是你知道我的四间还有的东西都不一样，还有一间什么都没有写。可是我最想上的是什么都没有写的那个，因为他不用花很多年就可以拿到研究所的那个学历。本书先叫我时间管理大师。自主学习化，任何课业活动以外优良表现且有利审查资料，不限干部，那就是 AKB 的哦。不好意思哦，我明天学校都要写下 AKB 啊，因为我能看的就只有 AKB。先翻教授的研究内容，因为教授真的太……啊，救命！他写的真的好，跟我的价值观不太合。啊，你也这样会像吗？都先上去。那位教授的政治理念不太不好说，不好说。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对。我同学之前认出教授后，用旁敲侧击研究的方式拍了教授的马屁。那是什么奇怪的？
听起来很厉害。哦，对，我想问大家，就是机车的话，你们觉得价格多少比较合理？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之前牵我爸的机车125，完全踩不下去。那什么叫做就是停拉不起来，所以我一定要100或110这样子。我要小绵羊，你的话大概6万。机车上课不能看这个，不如教授教授的有教授鼠标。安巴是哪一台？我不知道是哪一台，红色的新车。对啊，因为我跟我妈两个人就是有在想说要不要一起去考机车这样子。下面50cc 的，现在最低是100。轻一点，没有，我大概 cc 数100到80000左右就好。110，110，因为我125牵不动，我拉不起来。我现在最近看那个嘉轩代言那个什么 Kimco 的那个什么 Nice XL 吗？他怎么会有个什么 Nice XL？ 现在100再也不动吧？是吗？趣味设计的业务，爸爸好像也是是 SYM 吗？结果不知道是哪一台，好像是 Kimco 的，但我忘记了。我们要研究机车，今天现场试过啦，称重，真的吗？你就是现场试重量，原来好的，5-6万比较合格，好啊，读书计划。网图计划第一有一段完全，谢谢，短期目标这段我就是参考了学姐的读书计划。有人说过有点像楠木版的枯萎羊奶吗？没有啊，有吗？你说你家车是 MICU， 为了外送而换。哦，我爸爸的车是，那台是因为好像说什么，就是也十几年了，然后就是那叫什么，检验不合格，然后就换了。我来查看。我喜欢 GoGo 的车型，然后像 Kimco 就有一台是。然后这台好可爱哦，好可爱！汤姆哥，这好可爱哦，我喜欢耶，好可爱！我喜欢那个 GoGo 的车型。然后 Kimco 有一台是叫什么 Mini 100吗？可是它那个价格就7万多，哦，贵贵的人。但是没有车倒了，他就会去帮忙的。我没有你车倒，会马上帮忙，但他却笑3秒，你会遇不到我的。车厢不能太小，倒车辅助哎，选他啦，不要给我修很麻烦哎，而且我觉得很。
贵，就是你要想每个月的电费，然后维修费，然后可能如果出事的话，就会花很多钱去修。嗯，机车一般就好，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我是对于买车没有什么太兴趣，因为我觉得买车每年都要有那个燃料税啊、牌照税，就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其实可以就是 GoGoRo， 不是 GoGoRo， 那叫什么？共乘。我要发的线都还没好哎呀，燃料牌照，对啊，你先不要想出事。回来回来 ，Hello， 狗狗肉这款牌子叫预约，对，狗狗肉，不是很便宜吗？狗狗肉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哦。没有，我觉得基本上狗狗肉就是 ，No， 乌诺 ，Hello， 大家缆车不想用。因为像这种，他之前有骑，然后他就戴那安全帽，然后说：“哇，你闻我帽子很臭。”然后我就闻一下，就，哦，共享机车，那个车子都会这样的，机车可能用一用就白了吧。乱哦，我的房间。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在规划我台北在那边要怎么布置了。就有人去闻，放着不行，很臭。有人去闻，你今天也穿三周年的 T， 今天还有别人穿吗？我这因为我昨天有去练习嘛，昨天才礼拜一耶，对，就昨天。因为昨天练习的时候，我就看平常穿这件，就好像这件也可以哦。好，其实没有，是我打算换睡衣，先换这件。那个我的另一件睡衣是那个运动会，下雨后天哦，那真的超可怕的，那味道，地狱之味道。为什么当时那个没有冲动？乖乖 ，Hello， 陆克 ，Hello，Spiderman， Hello， 秋 ，Hello，Hello， 雨头，欢迎战士。陆卡关播了，陆卡关那么快吗？八点、哦，好准时哦，好准时。好准时哦。移工魔改电动车，这你都知道，很明显吧？突然一堆甜甜圈冲进来，啪啪，然后就都卡挂播。如果你需要在山上脚踏车、摩托车，如果我的学校在山上骑摩托车，不会很危险吗？旅馆 ，Hello。但我若大学不管在哪里，我都打算是搭公车。我没有上山下海，我都觉得很远。上山、阳明山远，淡水好远，各种远。我跳机车干嘛？不就在通勤吗？没有，我只是要考而已啊。只是在台中感觉，就是我的家人需要啊，就是对，都是风很大的地方。老实说就，我台北都不觉得远了。拿家里的车电啊，不是啊，就是因为家里的车骑不动，骑不动，牵不动啊，太重。
我连这样扶着我都觉得有点太那个太重。讲话讲得好酸哦。爸爸在重机吗？没有，125，125都觉得很重。我会立柱吗？没有啊，就是重到我立不了柱啊。他说你踩啊，我说我踩啊，然后没有任何动静。休息一下。好，我现在讲话这样子讲，我这样讲会累吗？应该不会吧。不用讲，应该不会吧。业务很小台啊，可是业务我就想不中啊。我的手臂，你看，我要第二本柱，我不知道，就踩不下去啊，就是侧柱踩不下去。老车的中柱没有，是新车的，新车的中柱，新的，全新的，然后踩不下去。我都听不懂讲什么了，我都听不懂。中柱立不起来，侧柱立不起来，是发芽的草。谢谢豆科送戳戳你。不行，需要经验。直接上去也立不起来吗？直接上去会倒吧？对啊，这时候我就需要，不好意思，可以帮我踩一下中柱吗？总不能每次旁边都有人吧？有一个角度的人当时没有踩力，不能用踩力，好难，太难了。我来删一些手机的 app， 好像有点 too much。谢谢灵魂送学霸，学霸上山下海，为了念书上山下海，好累哦。我要把我的后机好心情删掉了，现在用不到那些，现在用不到后机 app。我现在一下好。那我想知道大家会为了……哦，举个例好了，如果都是学电来讲的话，你们会？两间可能一间比较好，你会用距离去选还是用兴趣去选？哦，就都是学电的话，你们会选兴趣还是选距离？后机好了，不要读兴趣。你要做什么呢？你最近比较大件风甲吗？风甲我没一件都没填，应该是中部我一件都没填。不兴趣的东西根本没去，就没去交朋友的。原来，但我还是在学校选附近好吃比较多的学校。可惜，既然都是学电的，挑间学餐好吃的，这么直接，不能又可以缩短距离，又可以有兴趣吗？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我就不会问你们了。对啊，我都填不，那逢甲我也考不上，也不是考不上，而是
丰甲我没有喜欢的科系，丰甲好好伤哦。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啊，是四年学的，他学的好吃，放在丰甲，丰甲好学菜，丰甲明就去丰甲夜市，选第一公司机，商，商科吗？我其实我没有想去念商科，因为商科要算数学，我想到就觉得很痛苦，这是来自家人的意见。你不会想念商科的。来跟你们分享安爸的心得，因为安爸本人是念事业经营科，他说他从进去之后，每次考试都是把答案什么什么都背起来，但是他从来不会过，没有会的，考完就忘记了。对啊，商科数学本太差，所以。其实不打算上课，对，对，完全不想碰到。可是每个大学的好像都还是会碰到，也是就是逢甲学生，别的学生可能考上里面还有星巴克，嗯，数学课。那么现在都蛮晚了。嗯，统计会计大魔吗？不行 ，Vicky Hello。北一学三不好吃，怎么有人说好吃，有人不好吃？法律剧的星星，开始举手，没有，没有要念法律系。北一女附设大学欢迎你。北一女附设大学是什么？台大吗？他们在那边吗？一起吗？隔壁吗？保障您的权益，不会就把答案写到背起来？没有，安爸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会。我深深感受到他，我也知道庆庄他不会，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的能力就遗传到他。台北市立大学国外校区，国立的，是国立吗？私立大学。我只能念私立的，各位，遗传，对。锅炉证照出来找相关的工作经验，真的、哦，我感觉未来还是可以，各种都考一下。谢谢夜空之盖送的戳戳你。我今天各种完美错过大家的特效，我今天去看牙医的时候听到隔壁的人护士，就是不是护士，就是那个助理，就问他讲说啊，你现在骨钉那边还好吗？然后他就说我把它拿下来，然后那个助理就很压抑，然后就看到那个助理医生的表情很惊讶，他不会痛吗？他说不会啊。他说啊，你怎么把它拿下来？就转就下来、啊。他说啊，你有拔带管吗？说没有耶。说啊，我就一整个他很慌张，就嗯，好猛、喔，很猛哎。陆克是台北市立大学的吗？
谢谢桃哥送的啾啾你哦。呀，医学奇迹武丁，武丁一个5000块啊，贵死，超贵。那我牙齿还没有比较整齐，但我牙齿真的比之前整齐很多了。我以前牙齿是这样，现在是这样这样。我已经戴了好久了，特效成功，难得，因为很难想，不是啦，骨钉，对，骨钉，我现在打下去会觉得，我到底用了什么？而且我现在的橡皮筋没有挂在骨钉上，我不知道我花那5000块在干嘛。哦，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比较急，然后我就出门的时候太急，我就拿错要带去的牙套，然后医生就念我说：“你都老鸟了，怎么还会拿错忘记带啊？”我就忘记带啊。女团队长，看一下这边新闻是什么。表演服颜色，还好不是啊，我就怕被骂，是那个吗？同事吗？晨晨。是吗？嗯，最近很红。我的线都还没审好哎，我真的有传出去吗？我有传出去吧？我有传出去，各位，我有传出去，只是还没好。各位，等我发出去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几点。不是，它现在橡皮筋没有，就是医生没有叫我挂在骨钉上面。反正我很闲，我没有看，我不知道。Power Man， 你知道那个吗？Power Man， 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在讲舞蹈而已。那我看心梗同跳 Power Man， 这是什么梗啊？你们好像讲的我完了，我好像才是跟不上年轻人的那个。阿弟现在可以自己发文了，羡慕。救命！Power Man Point， 我学会 Lucky 呢。看来你也过气了，数学课本 ，Hello， 我只是觉得我身旁的朋友都很有趣，但我真的，我同学也不是同学，就是我朋友，就在我班上唯一比较好的女生朋友，他说安安，我们在几月一个月后我们就要分开，我他说好难过哦，我就说我还好哎，好想赶快离开这里哦，我还好，
救命，我真的后来真的跳 cover 差点没吓死。我有看到你很厉害，很呛，突然间突然间很无情的，就是我好像赶快离开这里，我好像没有那么的舍不得，我想赶快逃离。我现在去学校的目的完完全全是为了拿到学分。对，真的还好，我没有很想要留念海豚阿当，好久不见的阿当吗？你这样都华语歌，学分，这是我觉得听说是连就是期末考考完，毕业考考完之后，成绩送出去之后，还持续在算那个学分数哎，就是说如果你继续缺旷超过那个什么三分之一的话，你还是会被挡掉，什么以零分计算。但我是不太相信啊，应该没有这么无情吧，根本不会再见面太呛了太呛了，根本不会再联络。好啦，可能会联络啦，其实我相信不会很多。因为我们班的人很几乎也都没有我的联络方式，我大概是那种同学会我会被排挤那种，不会有人邀请我。小心小心，你相信好吗？老师都骗人的，有吧？不然谁还去上课？有啊，有群组啊。可是我设定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没有加好友的话，你根本就是我收不到你的讯息。其实不会主动加，都有人因为操心没过不能毕业。哎，在臭谁？别耽误自己未来，有时间管大事。好啦，等一下我先算一下好不好？应该是可以毕业吧，没那么悲惨吧？5月3号班级停课公告。哦，我们学校确诊3例，哦，为什么可以这么多？我们学校人很少耶。我也想放假。我算的正确吗？其实我没有仔细算过哎。你高中全勤，很厉害啊！我高三，对，是不是看人家国三？老师不愿意就没去上课。我没有收到停课通知，我没有被狂虐到。怎么的确很像，是好事吧？就是其实童年，我这样就不会，这样就不会老太快。我现在，这是记家教，出勤记录。没有国中，对啊，是国小是不是？没错，这是好事。有被查过证件吗？没有，没有，我很失望，没有人要查我证件。
大学有了，还没，还要面试，哎，还会两转半吗？两转半，你说 reset 那个吗？我是啊，没有人理我啊，没有人理我啊。你被警察查过在两年前的今天，还是我应该在可能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然后开得很恐怖这样子，然后警察来拦我。好，我等一下我来算一下，我来算一下，房地价不算，然后，我真的是三宝，晚上开车。我也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开的时候，然后就是不是转弯的时候，这边是往这边嘛，然后这边才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压两咻，我就差点直接开去撞那边的车子。我没有，我就是三宝啊，天天。哦哦。哦，你说应该还会吧，只是很久没转。那个我看熊妹没有一次成功过。哎呀，我可以帮我查一下，转三星月出镜了，出镜了。好久没有跳迷你康斯，我很想跳迷你康斯。又已经开始忘记怎么跳。什么？如果安安开车进菜市场，应该动弹不得，很可怕。我直接哦，不行不行，我觉得如果光看到西门町这件事就不行了。请问安爸，我妈的心里非常的非常的不太 OK， 好可怕，好可怕。那但现在我还是先不要尝试，真的。可以自己转两圈半，喂，喂，我觉得我会逆向，我也觉得，就是可能直接开进对向单行道。开过去菜场，反正你技术变好，可是人超多的，好可怕。台北好像很多哎，西门町人很多啊，开不进去。痛！你在前面操作单行道。嗯嗯。Kimi，Kimi no。嗯哼。等我来认真算一下了。我真的要统计一下，我现在。各个科目，我要先统计一二三四五的出席率状况。一二三四五，我妈会跟我说：“你现在就在做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礼拜二一，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五，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五。嗯，这应该算礼拜一吧。礼拜三，礼拜五，礼拜五，礼拜二，然后今天礼拜二，再加一。高中不太会当，可是听说只要超过那个该堂的，I want to kiss。这个请假率颇高，我要剩下几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现在二十二天。假假，乖下去就好了。没有，有时候是公司要请假，有些是我自主性放假。你要搞得这么极限吗？搞得这么极限吗？没有，我要大学，我要当一个认真上课的好学生。不可能吗？睡死。自主性放假，对啊，这就像马路马路变单腿一样。嗯？什么？现在讲什么？一个学期十八周，快请了一个月，十八周。可是我没有每天整都请整天那样子哦，你也是乖，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要请假，绝对不可能的，对，绝对不可能。哦，我要算那种有单堂课的，就是比较惨。礼拜一只有一节课的是辅导课，还有国防课。三这样只有请三节 ，OK pass。礼拜一，可以，礼拜一再见，不会被打。礼拜二，现在目前请了六节课，只有一节课的是健康，可是健康是第二节课，我们要算第二节课有多少？也是继续参加女团，对啊，继续。大学前面三个月都没有自主性放假，你每次开播都很。西恩，恭喜你省钱了。啊，没有啦，开玩笑的。你不是自主，我不会自主性放假，因为我已经确定好了。好啊，赌啊，我不会有自主性放假的，才怪。不行，我觉得我一定会有自主性放假，一定。我一定会自主性放假的啊，可是我有很多公司的事情，那也算自主性放假吗？不算吧。对啊，怎么想都知道我不可能不自主性放假。对，翘课不算放假，肚子痛请假也不是自主性放假，因为 我肚子痛，所以我要请假。全部第一次睡到放假，没有，我不是这种人，我是有去上学上一两节课之后，觉得哦肚子好痛，我要回家。礼拜二请下午，好，一天没事。I want to 礼拜二，哦，这天我也有上哎，很棒哎。哦，有一天了，哦，有一天有上到，那这样我才会过会过会回家就不痛，这不是自主放假，只是到回家就会。比较舒服，对。
该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总共有十六节。那我缺席几节啊？这个我有去上，一、二。花掉好像四节课，可是我之后还有很多个礼拜五要请，欸，你们知道吗？我现在一个学期，我刚刚说有几堂，十六节，十六除以三就是三六十八，三三四十二，余四三五，不能上错过超过五节，再怎么想都一定超过的啊。未到三分之一，怎么可能？欸，不是啊，我下礼拜五要请假，再下礼拜五也要请假，再下下礼拜五也要请假，就三堂啦。这不行，我们要扣掉断考周，所以是总共有十，现在十五，然后没有是十四节，十四节课除以三三四十二余二，差不多是五节啦，五节课。没关系，我不缺那个学分，没事的，没事的。他不能把我当掉了，就是礼拜五的时数已经几度不够用了，就是我的音乐跟艺术生活这两门课，大概就是跟两学分 say goodbye， 两学分吗？还是四学分？但是我已经拿到那个学，已经那是必修，已经拿到了，所以。没有关系 ，It's OK， 很棒很棒，这不用担心，我需要担心只有选修而已。OK， 不亏的，不然会怎么样吗？精算，OK 的 OK， 不会被当，哎，不是，就被当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学分拿够了，再来大学的到来，没错。我要来算一下，我距离毕业还有几天，然后我就会很快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不行，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天欸，太棒了太棒了，二十五天二十五天再二十五天，逃脱日常再二十五天就要离开这地狱了。这出现其他就会太大意怎么办？大意我应该一个是一个早八好学生吧。其实你很喜欢算，怎么不选个数学相关科系？我那样喜欢算，我只喜欢加减。不可能，国中跟高中哪个比较讨厌？高中，我们要逃脱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高中很 peace， 所以你过得蛮快乐的。我觉得早八不可能吧，我会尽量避开早八的。但是如果真的必须要早八的话，我还是会去上的。对，没有，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要
活在当下。没错没错。好的，我要来念榜了。第十名是 Alex， 谢谢 Alex。第九名是，哎呀，卡一下。第九名是浩毅，谢谢浩毅。第八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七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六名是阿龟，谢谢阿龟。第五名是 Cody， 谢谢 Cody。嗯，现在一样哎。那我们要统称第二名吗？直接跳第二。第二名是塔瓦哥、豆科跟阿雄，谢谢。第一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 谢谢。不想上班送的梦幻泡泡，火烧的枫叶，辛苦了。笑笑，你才刚来吗？是吗？可是我背神做不完啊。然后我刚刚省了心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发，反正就是某个时间会发，我猜一点吧。辛苦了大家，我们礼拜六聊吧。嗯，礼拜六。再省加油，谢谢阿龟，晚安，谢谢晚安，晚安，晚安。拜拜。